打防水、防尘又防摔的三防手机品牌 CAT 推出新产品 S52， 外形跟过去厚重的形象不同。机身边框采铝合金设计，身为三防手机的一员，当然还是要测试一下耐操的程度。连续摔三次之后，荧幕玻璃没有破损，手机也还能正常操作，但铝合金边框有明显掉漆。开机状态下，将手机丢进沙盆里，将手机拿出后，虽然荧幕和机身上都是沙子，但还是可以正常使用。开机状态下放入水池中，可透过实体按键在水中拍摄或录影。而正值武汉肺炎防疫期间，为了怕手机有满满病菌，洗手也顺便洗一洗手机。洗完后，手机不仅清洁溜溜，还可以正常使用。副刊动新闻台北报道。